我们金刚一族可不是好惹的、你不是好惹的，但我神拳无敌却是你惹不起的。神拳无敌，咱们再来一局、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小金刚你又被我灭了一次。金刚惹不起你，怪我机械哥斯拉是谁？我以为我能抓住你神拳无敌的一拳。春风又绿江南，我练习拳击2年半，这2年半的功力你扛得住吗？神拳无敌，你不要太嚣张了、我还没准备好呢你就开打。你准备个屁、我的腿断了，还没完呢。我的胳膊也不听使唤了、小子你果然有嚣张的本钱，惹不起我先撤了、你赶尽杀绝。我路过、路过吗？好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我的肝被打爆了，你这个攻击力绝对开挂了。还有、我看谁还敢在我面前嚣张。我金刚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认输的，我摧毁火箭你们就逃不掉。你把火箭摧毁了，明明是你把我打飞撞的。森林之子一族不会伸出援手。你以为我是来求你们的？火箭没了你们也得死。等一下，森林之子一族愿意伸出援手。我们都说了我们愿意。找到你们了，自从方块星覆灭你们就潜伏在蓝星。我们只想活下去，现在想活、要不是你们侵略蓝星，蓝星怎么会被宇宙中的黑暗势力发现。